互联网加，分享经济，三 D 打印，智能制造，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正在创造历史性机遇，催生新业态、新理念。当前，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，新常态要有新动力。互联网在这方面可以大有作为，尤其是潜力巨大的 O2O 模式。O2O 对传统电商提出挑战，带来消费思维和服务模式的改变。运营者有效利用累积的网络资源，进行大量数据分析，充分实现移动互联网的便利，融合线上和线下的资源，最大化实现信息和实物之间、线上和线下之间、实体店与实体店之间的无缝衔接，创造全新共赢的商业模式。WeMore 移动电子商务平台源于新加坡，是一个快速发展壮大的创新 O2O 平台，与新加坡的 WeChat 和 GToken 公司开展合作。 WeChat 是一家社群众包公司，推广国际性的产品、服务和手机游戏，立志成为全球移动电子商务行业的领导者，首创的联商激励营销商业模式，于2016年获得 SMF 新加坡制作商总会商业模式创新奖。GToken 公司致力于成为独领全球的移动广告平台与游戏发行商。GToken 公司目前在大中华区拥有近60000名推广商，并在亚洲地区快速成长，每日在线玩家超过150000名。WeMore 平台提供保健品、奢侈品、家居用品、高科技产品等商品，消费者成为 WeMore 平台会员后，购买平台商品将享受到一定比率的折扣，同时可以获得相应折扣的可提现现金奖励。 WeMore 通过联商激励营销商业模式，让越来越多的代理商在平台上得到高额回报，从而使平台的业务得到迅速拓展。目前已经从新加坡拓展至马来西亚、泰国、中国、台湾等国家和地区。 WeMore 帮你省钱，让你赚钱，邀您共赢。